哦呦，他真的换他下去，真的换！哇，太扯了！哇，千万不要转台啊！这个难得难得看到，他真的要投哎！哦呦，奥雷方真的灌进去，哇！结果，哇，太有趣了！哇，太有趣了！王建民的球被一中打。哇，会不会有风炮炸裂的戏码呢？哎，他真的下来了！哇，动真格了，太夸张了，观众朋友们！洋基队的王建民，还有道奇队的陈金峰，没错，在2024年7月21号，台北大巨蛋要上演的精彩的投打对决。今天买票进场的赚翻了。还是陈金峰比较有，但陈金峰也很尴尬，现在机会他们中了在打，要怎么他们中直球？对，直球，他都中了，你要打什么球？陈金峰好，只是投直球而已啊！出生球，出生球，出生球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怎么办？我们要保护谁呢？我哦，你们的愿望恰恰听到了，中华职棒传奇球星。王建民应该想说：“你们玩够了吗？”哎呦，这一棒在左外野方向，左外野方向，哎呀，没有接到，又没接到了。洪一中回来得分，陈金峰现在绕过二垒，停在了三垒上。哇哇，恰哥好久没有在大家面前打击了。这个现在编剧上说护具给我吗？哦，真的。哇，太帅了！哇，刚刚应该给恰恰打才对了。哇，我们有多久没有看到林月平跟叶君章了？哎，哎呦，张建民，这真的有梗，割喉割起来啊！这百万爪爪站出来了，割喉了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哇，这一次在二垒方向。最后是把球送向一垒，哇！最终的比赛也画下了句点哦。最后的比赛结果是4-2，由中华队拿下2连胜。